好，今天我要来教这个例 B。那这三条是最简单、最基本的，而且也最好判断。第一个呢是这个，是翻这两个角，翻这两个角。那这个的做法是这样，先做一个这个公式，这个小于，做法是这样子。好，从这边做一次。接下来呢，转一个 YouTube，再从这个地方再做一次。但是这个是要做这条公式，公式是这样子。如果看不懂的话，可以自己放慢，从这边做，这样。好，下一条是这个，这个是黄色朝左边。那这个的话，要先学这个。这个的做法是这样。再做一次。所以，你要从这个地方做一次公式。接下来再做一次，右手板的小于，右手板的。好，下一个是这个，在两边。那这个的起手是要摆这个方向，把这个黄色朝向右边。那第一步是先这样，就是把这个 pair 拆开。拆开之后呢，做一条这个公式，就是直接照做。接下来呢，再把这个 pair 放进来，但是你要，转一个 R，直接 YouTube 下来进去。